大家好，我是月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呢，2月10号礼拜二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呢是天秤座，因为呢你非常温暖的去关怀别人，桃花运势很旺的一天哦。第二个呢是水瓶座，有很多贵人呢突然出现帮助你，让你在职场工作的部分呢非常的顺心。第三个呢是双子座，哎，一样贵人多多哦，然后很多事情呢很简单的就完成了，让你非常的开心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，第一个是母羊座，言多必失，小心你讲错话得罪别人，影响人际关系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如果你有一些想法，如果那些不开心呢，你可以耐着性子慢慢的把它表达出来，然后把你的压力释放掉，事情也会比较顺利。在幸运颜色以及幸运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的朋友是蓝绿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呢是蓝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的朋友是粉红色，数字是2；土象星座的朋友是绿色，数字是8。